天选了谁的歌呢？哦，我今天选的歌就是因为我抽签的时候是最后一个抽到，然后我就抽到我最想抽到的阿德老师的歌，因为我妈妈跟阿姨都很喜欢阿德老师，然后刚好妈妈以前在听台语歌都听黄义霖老师的歌，所以就非常刚好的就选了这首《感谢无情人》。哦，我妈妈跟阿姨都很喜欢阿德老师的歌，跟在路上遇到我说我阿妈好喜欢你哦，跟那个一样，好像，很像，很像，对啊。一站一站